每天晚上10点之前，我都会在我的公寓里做事，从一到晚上10点，周围一切的环境就会变得不同。咖啡南部系统启动中。醒了，好点没？醒了就把药喝了吧。不知医者理会，一个卖一狗活的舞女罢了。那你呢？天下局势错综，不明他的底细，也不必把他牵扯进来。梁国人，救命！记忆传送成功，请接收任务。罪臣眼睁睁地看着太子坠入万丈悬崖，却束手无策。请陛下降罪。我以为言语只为轻柔，这场雨就能下到白头。可是人生云悠悠，各自去留。为何救我？我们已回不答从前，相遇几十年。我以为山水只为一首，这一路就能走到白头。可是的你挥挥手，月光依旧，走了谁的温柔，谁的愁。愣着干嘛？走了。你知道凤凰花吗？凤凰花？凤凰花只开春秋两季，一季原来，一季原散。花在听什么？长居久安。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？我把它摘下来送给你好不好？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贤良淑惠，客人们会喜欢。我以为随心所欲作为自家。走了。这场雨就能下到白头。把提升三小英雄，是那匹马车驴，老子也行，得早日回去疗养。从前时候，我以为山水只为一首。我家与桑家是世交，桑家在进宫前还有个孪生妹妹，真是不好骑啊。你会回首，月光依旧，等了谁的温柔，谁的愁。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做长安门辽国家。没想到你还会做饭。西奈姑娘精心照拂，昨夜病已痊愈，请恕在下不告暂别之过。山王府，珍重。烟雨只为清流，这场雨就能下到白头。做饭有什么难的？做八分快到手后，总爱是。只是一点一滴无可挽留，我以为山水只为你守。为什么会这么难？这一生能去安到白头，可是等你挥挥手。徐凤，等等我。月光柔情春秋照着我。月光里太多愁，
太少梦。陈帝明日去静月狩猎，这狩猎不仅能强健体魄，还能操练射术，不知可否邀太子同去。禀操王，西边发现野猪踪迹。十三哥，我们不好扰了太子的兴致，更不好抢了太子的风头。十三哥不如带人去西边围猎野猪，一定能大有所获。见过广雄，臣弟特意带了些上好的鹿茸和山参。小小的龙胆飞翔了。刚才忘了介绍，这位就是臣弟要献给太子的首领。乐言见过殿下。在朝局稳定之前，我本不想让你来此涉险，但你既已来了，我便无论如何都会在这乱局之中保你平安。再过几日就上元节了，要不奴婢先让他们张罗起来。上元节，你是我的贴身侍女，没什么事儿，别满世界乱跑。走了，送给你的礼物。哇，喜欢。医院家人平安康健，二月万事顺心，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东宫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回殿下。那个女人靠近书房，你猜，如果你也看到了女子的月火的一只手，为的你若断腰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想活命，照我说的做。是。一路可还顺利？卑职已经解决得妥妥当当，请曹王放心。不去。我还当是谣言，如今看来竟是真的。太医看过了，说是肾阳血衰，长期劳累所致，怕是好不了了。本王演技如何呀？这人给你送信了，对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就告诉他，我已病得要好，无力有一天。这是为何？这样才能让他麻痹大意，现出原形，我好趁他不备予以反击，事宜都需要你的全力配合。至于我得了什么重伤，就需要你花点心思了。侍女说她病了，今日王上的传召恐怕也来不了了。怎么不早说？
检测到目标毒发，任务完成。所谓凡人都有七苦，生老病死，怨憎，求不得，爱恋。又是拉菲，老臣告退。我这是在哪？妹妹，这世间男人都薄情了。不，不是我干的，我不会让任何男人伤害。爹娘，还好只是你有没有想试着换一种人生，比如做翼王后。圣公不育，膝下无子，又值此都市之秋。你们是觉得本王有疾难堪大人？西南那边的事情就交给你。臣遵旨。赤壁，可会下棋？梁国突然集结兵力进犯我，明日我便要亲自出征迎战梁国。保佑旭凤逢凶化吉，平安无事。可你却假传消息，是活逆法。本王身边可容不下无用之人。前方加急战报，他都已经笑了，不再操劳，不再操劳，不再操劳，不把眼泪藏好了，以后请好好活。你还在故事，来人将地毯拿下，他都已经笑了，官人的门口了，你想去你知道怎么走，把眼泪藏好了，以后请好好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谕，万载上感念其情之恳切，殉葬。他们怕我随时升天，动摇国本，定要给我纳妃子冲喜。旭凤，说好做你的王后，也不是你了。为何你打针下要放心就怀孕，用这一生一世一起回的相遇，还有你在身边的一幕朝夕，就本是为你这殉葬之人准备的，如今我却颠倒。任务完成，正在脱离世界，情感消除完毕。我是你，你究竟在哪儿？
我可没有食言哦。号007为您服务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